杨奇楠没有错，真的来了，掌声先给他吹了，来了，原来一直许愿是有用的。来，先声明哦，这台绝对不是嘎哥妹哦，真的吗？绝对不，也不是嘎哥的朋友，也不是嘎哥的朋友买的，借到，真的是借到，真的。因为这一台呢，平常如果要去试乘也没得试，没有错。我们今天这个不专业开箱的，就是咱这台 Lenovo Range Rover SV。你好像在看偶像的感觉哦，真的，哇，好美啊！哎，它车长有到5.2，对不对？对，5.2。哎，我们 RR 是什么？英国皇室车啊，我们调性就是一个优雅，一个质感。我们今天不跟你讨论什么油耗，我们不在我们讨论范围，不重要。它够，因为它够高啦，有没有？所以它长的话，看起来整体比例还是很棒。哎，它轮子是本来就这样这么大颗吗？23寸，对不对？也很像卡车。直接，因为轮子这样配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你也看 Range Rover， 不看我 Saver 啦。不能克制的哦，它的颜色你要烤漆什么颜色都可以。对，这台车经典颜色就是要白，配点金 金这样。你有没有看到灯？你有没有看到灯？没有。加啦，你再它整合在里面。这也是这台车才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双色的字体也可以买回来帮你贴。应该。不敢，还直感都不敢。啊，这个就收进去了，这个有了。哦，这个还好，这个还好。这个你们也有，你们也有。这个还好。好美啊，你看不到它的那个接缝啊，因为它整个很流线。它这个灯光三米，来，我这块摘，这块摘。雷达整合在下进气坝，你这边不会有任何的镜头了。看看，先看后座啊，因为买这种车通常是后座买家啦。高老板，没，你穿这样不像师傅，不像师傅。来，你们这样我来了。你看，你看多霸气！你看，看后座的空间有多大，打开那个皮革位就出来了。几个拳头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六个拳头。而且前面通常老板坐的话，我们副座会再往前呢、啊。它还有那个坐高铁的时候那个商务舱有这个。那个不是电动的吗？不好意思，那我先脱鞋。好，鞋太脏了，我希望你都洗。那我们来发车一下吧，感受一下吧。要很小心。哦，起码机，我们前座等一下再来感受一下，我先发车好了。哎，发车按哪里？哦，这里是大这里是不是？猜啊！哇！V8 轮胎那个，哇 ！V8， 有没有跟你们特斯拉不是一个 level 了？你不要拿电车。我们刚才在调，哎，音乐有版权要关掉，还是没调？哦，那边就可以调了。对，穷人。开天窗，你看，直接升空，你看，直接就自动了。哇，他去前面了，哇！哎，但你知道那个脚踏，我就是脚踏就。对，那个老板如果是160公分以下的要考虑。哎，妹妹，你起来了，脚托起来了，脚托帮你起来了，你踩不到前面踏板，妹妹，那这边腿托了，给你起，小腿托起来。这边后座的座椅绝对就是有按摩椅的功能的啦，什么冷热那都基本的啦。双脉冲，脉冲有波浪的混合式热石按摩，好不好？不是吧？这商务舱了吧？而且很香，这整个都是皮革的香味。你看它整个内装上面都是皮革包覆哦。欸，等一下，你皮革，你不是会晕车吗？不会，半本安的绝对不会。这个车主应该不能有小孩。可以大一点，差不多20岁。儿子脚在那边踢，我就把他脚剁掉，好不好？前面有两个双螢幕，好不好？头枕是有喇叭的哦。它隔音已经很好了，但它还在帮你降噪。你后面还连几喇叭？你们听无？这边的配备有什么？哦，充电的手机啊，基本的。啊，这边可以。这个有个杯子，杯架在这里哦。这样。哦，它就会往前。这个质感，这个优雅感，柔顺感。开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再往前推。啊，杯架出来了！杯架出来了！买这台车的非常不赶时间哦，就是要这么优雅。然后喝个红酒啦，不然你喝咖啡啦。还有冰红酒的地方啊。你后面可以选配啊，后面这边应该可以选配，对不对？对对。总裁套件是不是？对，现在这边还会有那种冰箱可以放红酒，红酒杯啊。这不是只有后座买家哦，没有，这个连开车哦，驾驶都是一个享受哦，舒服吧？这个腰、臀、
大腿，我到我小腿肚都是有包覆的哦，比 Volvo 还好做。Volvo 什么东西啊？这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东西啊。舒服哦，包覆性很好。包覆，然后摸一下它的方向盘，哇，这个皮革。变态。然后最厉害的这一颗陶瓷的排档，哎呀，看一下看一下，这边的置物、啊、冰箱制冰，只有两段哦，可以更冷，然后这个小冷这样子。对 啊，如果手机过热就这样摆着，它就会制冰，是吗？屏幕就是一样的啦哈，我们 Land Rover 的界面没有，这比较大啊，这比较大寸，有在大吗？而且它有个弧度哎，13.1是曲面，所以不管哪一个角度看都是很舒服的。而且我觉得它仪表板很漂亮，然后它也是悬浮的，对不对？它还是浮起来的，然后底下就是这个皮革的饰板，这样。怎么它全都皮的啦？太扯了啦！触手可及的地方几乎都是皮跟这个原木饰板，然后这边扶手这边是可以这样调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样调高还可以调低哦。对，我觉得有个扶手开车真的远途会比较舒服。对，它座椅应该可以再高一点吧？可以坐一坐，就这边。哦，我还在摸下面，好松啊！直接摸是在上面的，对对对对。它前段是倾角，也这样翘起来也可以，然后再配合椅子往后倒的话，椅子再往后倒，它其实就有点像在做按摩椅的感觉。我调一个我舒服的位置，然后我设定3好了，好不好？钟汉有说他的那个特斯拉可以预判说你的前一台车发生什么事啊？对，你会预判对不对？没有啊，我们在开就是直接看到你的前一台他在杀了，我这边就杀了，预判你的预判，你习惯了高车了，这视野太高了。我现在空气有点稀薄，因为海拔有点太高了一点。哎，老板，谢谢。吸回去了，而且踏板就慢慢的伸回去。哎，我们Defender踏板会抠抠，真的，这样它为什么会抠抠？它原厂说都会抠抠，我就哎是不是撞到？到时候帮你写一下报告，对，反映一下。哎呀，哎，它都没声音呢。等下我。不是，它开着它那个也把它缩进去，你就比较放东西。这一块是会自动缩进去的。对，然后这边对放东西，哎，怎么有这个？而且它不会有那个机械声。车应该可以下来吧？然后都搬东西就方便了，对不对？嗯。海边山上看海，谁跟你是搭什么帐篷？直接就可以坐。我不敢。你如果车子在海边，对。哎，这个可以吗？车体还是很稳的，它没有坐下，然后就整个歪呀，哦，杯架，哇，这里还有一个杯架，如果我在这边看海，老板一起上去，老板一起上，这样靠着就好了，你知道吗？帮我拍张照就好。好大哎，这个空间也是够大，对，下面还是有一些收纳的空间啊，那收的话你可以电动的啦。有看过这个两颗喇叭吗？这边还有两颗喇叭。看风景需要听音乐。嘿，hey, 啊，你坐后座怎么也是有环绕的？是我眼光不错哈，跟我选老婆的眼光是一样的。啊，现在这样很讲车就跟老婆是一样的。你要倾倒后座不是这样拉，然后这样，它全部电它在动，动了，哇，它在倾倒了。它就兼具房车的舒适 ，SUV 的性能，嘿， hey, 还有 off road 的功能，还有500多匹的马力。大九九那边说我的450，没什么好挑的。它没什么好挑的、啊，我一挑就太贵啊。哇！刚刚车主说可以让你绕一下，太开心了，因为我们这是在这个没有人的这个公园。哎，不是，它有发动吗？好安静哦、喔。我们先不要发出声音。有啦，微微的，好安静哦，哦哦，你开了一栋房子在路上走，哎，哇，我只能说好顺啊，它的后轮是有7度可以转向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重点。对对对对，车长虽然很长，但你不会觉得它非常的难操控，加速的很顺，好优雅哦。你看我们之前开 Volvo 就觉得它很凶。它来得太快了，它英国车就是一个优雅的慢慢的踩，让那个动力慢慢的来，但又怎么样，源源不绝，啊，哇哇，引擎声怎么那么好听啊？这是 V8 引擎的声音哦，在里面低喃，你们看到车看到我们都要闪了，
不是，是人家停车。停车是不是？他本来把苦他不敢，他直接这样，他就要闪，怕就好。哇，这个视野，这个欸、小心！他不敢，他会让我们。你看，他让我们了。哎，我们试试他的音响好不好？1600瓦的音响，Meridian。低音沉，中音稳，高音亮。你被喇叭音场包围啊！好好听哦。我想车高有一个坏处就是转弯的时候会晃，但是这一台有什么防侧倾，对不对？对。它后面要帮你调电子悬吊就算了，基本的。后面还有防侧倾，你在过弯的时候还是稳的。哎，嘎哥买了。不是，他同意了。我开呢，慢慢存钱呢。事成结束，开箱结束，灿烂的笑容，不舍啊！不是好像在低语啊，我们想要开箱啊，拍个8-9个小时。整个这样下来的感受怎么样？很棒啊，很棒啊，没有什么好挑剔的，没有什么好挑剔哇，挑剔就是价格。对，而且它就有一种低调的奢华。你开在路上，你不懂的就不懂，哎、欸，我就漂亮的车，但你不知道它的价格是什么哦，但它几千万呢。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老板啊，没有，我没有握手意思。有喜欢的吗？旁边业务有和他合约，对不对？人生工作那么辛苦，为了什么？对，享受人生。好了，以上是我们开箱介绍啦。啊，我下一集应该没有想拍什么车了啦。对，这个系列结束。听说明年有引进一台啊，对 ，Range Rover 1500万，对不对？台湾限定版，限量9台。台湾限定版，限量9台。哦，啊，其中有一台嘎哥定了。没有，开箱也是没有问题的、啊，不收钱，我们不收钱。人家只要9台而已，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要卖的意思、啊。好了，大家想看嘎哥开箱什么，底下留言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我回家了。好了，你的车不是那一台啊。好了，我回家了。好，好，回家，回家。车要不要还人家？拜拜。他为此要开箱这个，昨天晚上还在那边狂看影片，然后逛官网，然后做功课。不是去订做西装。昨天那边传讯息说我又穿西装。昨天在那边看，我说他丢了好几个影片给蔡总看。昨天我看好几个月了。好，我们待会可以。请车主带我们，我们是坐老板的位置，然后这样绕一下。对对对，你敢开吗？我不敢开，我也不敢开。哎，这个被老婆赶出房门是没有问题，是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我出去啊。好，一吵架就说好，我出去。